你们后面叫啊。我天宝，那你现在开房子吧。没，这里有一个大楼。OK。我们现在要出发呀！这鬼呀你！我还没有发。我们现在要去，我要去避网友，然后去拍照。今天是叉烧包的大日子，为了庆祝新叉烧包衣服，所以当时特地筹备了这个拍摄活动。来，新叉烧的衣服。然后新叉烧的衣服。当当当当。OK。然后对他来说呢，这个拍摄活动呢是很重要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尽我们全力把我们最美的 pose 摆出来。耶！